五万年前，吴先生身上做了一个关于东方敲者英雄的故事。《笑傲江湖》里面一个什么72变的敲者英雄，一个东方的超级英雄，一个甄子丹前所未见的孙悟空。 超级英雄，那个是因为可能来自于孙悟空他的能力很大。像孙悟空嘛，应该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目前也只有甄子丹具备这个能力。这个孙悟空是属于甄子丹的孙悟空。来准备，1、2、3。不瞒你说，我对于这个孙悟空一开始的压力非常大的，我用什么方法去演？ 肯定要把动作拍得漂亮。那我就首先把六小龄童那个电视剧把它拿回来研究，收集了很多的纪录片，老外对于猴子的一些题材。丹哥是专门去动物园去模仿那个猴子，做了很多research。一般的猴是怎么样的？然后戏曲的猴又是怎么样的？ 武术的猴，或者猴拳，哎，那个猴是什么呀？加了很多漫画的东西进去，眨眼呢，你的眼睛肯定需要，连走路，他这样站的。所以你有时候看孙悟空，你就不觉得这是丹哥，你就觉得他就是孙猴子。 整个化妆对他来的是吧？因为我们有真实，所以是一定要他把整个身材翻毛，整个身体封掉，他所有血管就是绷紧的。先把这个头型戴上去，脸部啊、额头啊各方面都是需要人手去一搓一搓。